2024年生肖属蛇的运程，吉星有太阳天喜，凶星是天空跟劫煞，所以在事业上面是很好的，有利于升迁，有利于加薪，所以工作上是稳定而顺利的。另外在财运上面它是平顺的，可以靠自己努力而有收成，是属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在感情上面有很好的缘分，因为有天喜有太阳，特别是女生有很好的姻缘，但是要注意哦，已结婚的要防桃花哦破家，要小心。在身体上面啊是好的，所以我们只要注意平时的饮食跟睡眠，这样就能够健康了。各位朋友，假如你想看新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